老爷，堂会还唱吗？唱，咋不唱啊？我还要把这院子的晦气给冲一冲呢。你去告诉那个花班主，好好唱，我啥都不追究。唱完堂会，小桃红留下，戏班子走人，也不好好唱。 我全把他们交给警察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告诉那花班主，我就要听小桃红和花望尘唱的《希望楼》。是，老爷，我这就去。这帮臭戏子，反了天了！林副官，我发现。 你的心很软，一朵没坠崖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哭了。司令，你好像看错了，我那是被风吹的。只不过，当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消失的时候，我的确是有些失态。也是，可也不至于啊。你是枪林弹雨走过来的人呢。说出来。 不怕司令笑话，我还真没打过几回仗。可那天刘一刀要杀我，你一镖就结束了，那个胡子的命，手都没软一下呀。大概是一朵梅是个女人，你怜香惜玉了。我没有，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。 她是土匪，你知道这个一朵梅是谁吗？她是我家的丫头，三姨太春桃。是她？她是我的仇人，知道她来干嘛？她来取我的人头。我的人都这么好取啊，结果她自己送了命。 这不正好解了司令的心头之恨吗？所以我高兴啊！我一高兴就要唱堂会，就要娶小桃红，谁也拦不住。走，看戏去。好，好。 啊，你们都来了！哎，老师好，好好好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好好好。哎，老爷好，好好好，老爷好，哎呀，韩卫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快走走。你好，你好，坐，来，坐，坐，坐。都请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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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 奥春，我觉得这一劫怕是难逃了，我情愿去死。没事儿。 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让唐志远得逞。小桃红，老爷有请。不去。你要是不去说个情，你师父他们可要遭殃了。 去吧，没事儿。
黄小春，黄小春，你干啥呢？这戏都快开始了，你赶紧准备呀！你干啥呢，黄小春？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们这戏。 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臭戏子，敢抢我的场子，我饶不了他。司令，放了他吧。 这是在为他求情？是，他是我兄弟。真是你兄弟？你们认了？没有。您不也说过，不用认他也是我兄弟吗？他今天砸了你的场子，可他付出的是一副好嗓子呀。唱戏的要是没了嗓子，跟丢了半条命差不多。到底是兄弟呀！我本来是要他命的。 司令，你说过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那可是大人情啊！你要用在这个小子的身上。是。我没了爹娘，为了这个兄弟，我想要这个人情。那可不值啊！这个人情一还，你再也不欠我的了。你这叫什么话呢？为了这点小事儿。 伤了我们俩的和气，我们俩是什么关系？你救过我的命。行了，既然你这么求我，我也不再追究了。我立马让他们放了华王春。谢谢司令。哎，可有一点，这事儿咱们俩以后不再提了，什么欠不欠情的事儿都不许提了。 以前咋样，今后还咋样？哎，是。陶司令能有如此的胸怀，子民不胜感激。干脆，我再送你个人情，让你们兄弟俩见一面。去吧。 没事了，一会儿就有人放你出去。陶正阳肯放我走，那别心疼的规划，这是真的。二虎，你干嘛要救我？这不止为了咱娘。哥，我答应过娘，不能让你死，要让你好好的活着。我跟娘说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 让你有朝一日能叫他坟前叫他一声娘。我问你，出去后你去哪儿？我要杀了陶成元，你根本就杀不了他，你得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能离开小桃红。哥，你咋这么傻呢？这回你得听。 大虎的嗓子真的毁了，嗯，都这么说。这狗日的陶正元，霸占我两个兄弟的女人，太不是东西了。大虎，你出来了？是二虎把我救出来。快坐。
去给你倒杯水啊。戏班呢，都走了。霍班主临了，扔下一句话，说，让你去找他。我嗓子坏了，唱不了戏了。大伙，别难过啊，别难过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干脆留下来，跟哥和嫂子一起过。二虎给我指了条明路，去根据地。真想杀了那个陶中元，哥知道，哥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哥心里也这么想的。来，大虎，喝杯水。嫂子，能借我匹马吗？行，马有的是。没什么事儿啊，就去睡吧。我还不困呢。咋了？又想你那两个兄弟了？我总觉得二虎会有麻烦。他能有啥麻烦？二虎这么去救大虎，万一露馅儿，让姓陶的看出了破绽，让他知道二虎是冒充的林副官，那二虎的麻烦就大了。你放心吧，二虎敢去陶府冒充林副官，他就不怕陶振远看出破绽来。耳朵，林副官这个人你看咋样啊？别转眼珠子，问你话。老爷问这话的意思是，他跟咱们不是一条心，好几件事情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。青莲认闺女是他撮合起来的，我要娶小桃红，他再三劝阻，我关了花望春，他又来求情，你看他哪件事情不是跟我拧着的？叫你一说还真是啊，从他一来我就在雾里看花，这回我要将他一军。拿啥将？我闺女儿。我爹说这就给咱俩定亲。定亲？对啊，我爹答应了。思妍，这事儿我还得请示严大人。哎，我爹他已经请示严大人了，严大人没意见。怎么了？你不高兴啊？反正我高兴，林大哥，这回你可跑不了了。我这一军把他僵得死死的，他要再敢打马虎，那他肯定是假的。老爷，这怕是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啊？他要是不喜欢大小姐呢？他答应过的，喜不喜欢的这一关，他总得过呀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受了伤，要早点休息啊！死不了。哎，老爷，我去了。哎，哎呀，老爷，你看看这青莲一死啊！我闺女跟我是越来越生分了，怪谁呀？怪你自己，明知道不是自己亲生的，非要捏着鼻子哄嘴儿。我图个啥呀？思燕和林副官定亲的事儿，
你得好好张罗。那你得发话呀！我这不发话了吗？哎，老爷啊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你早点休息。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娶回来个姨太太，总不至于把她当摆设。 干啥？这是我姨太太的屋子，你说我来干啥？给我唱戏。我不唱。你不唱？你不唱，我娶你来干什么？当摆设。要唱，我在戏台上唱。今天，这里就是你的戏台。 告诉你，进了桃符，你最好不要跟我拗着，啊！今天我高兴，想听你唱戏，来，唱吧。唱啊！你唱不唱？你今天皮痒痒了是吧？ 吴清祥这个狗日的，他分明想造反。陶司令，咋了？他背着我去攻打共军的根据地，折了多少兵啊？再这么下去，不就反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廖司令。这就走。对，马上出发。我去准备。哎，司令，这回我让吉管家跟着我，带上一个排的兵。陶司令，这……哎，你。 知道我这一走就要两三天，家里留别人，我不放心。耳朵，你去把耿连长给我叫来。我这就去。子明啊，这几天风声紧，你得多加小心，啊！放心吧，陶司令。记住了，从今以后啊，你就跟着我啦。我也要像一朵梅一样，骑着马，开枪，还要披一个黑斗篷。 那多威风啊！哎，喂，你不乐意啊？你告诉我。 那天追一朵梅，这马是怎么回事？听黄副连长说，他的马碰上块石头，马失前蹄了。碰上块石头？他是这么说的。肥膘？是在那儿捡到的。会不会是一朵梅？不是一朵梅。
他没这么大本事，他连枪都打歪了。司令的意思？我走的这两天，你要把林副官盯紧了，看看他去哪儿跟谁接触，特别是要看看他会不会跟小桃红接触。司令，林副官不好色的。 娘，有事儿啊？四爷啊，娘给你扯了一块布，想给你做个褂子。娘，我有褂子。白样了，真是白样了。 耳朵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林副官留在家里吗？老爷，你是看他可靠吧？他可靠吗？那要不可靠，你也不能招他为女婿。招了吗？那不一定。嘿，早晚的事。我得试试他呀，真的假的，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林大哥，我爹又不在，你就给我轻松一下。 给我唱那戏文吧，就唱小桃红唱的那段。不会。谁说你不会的？我那天就听你哼哼来着。那是你听差了。林大哥，你能不能不对我甩脸子？我又不欠你的。思妍，你能不能别老这样缠着我？那我让我爹赶紧让咱俩成亲。这样吧，你去跟你爹说去。 说就说，四爷。四爷，你闹什么呀？人家林副官有公务。大太太，我去趟九眉林。啊，你去吧，你最好哪儿也别去。哎，娘，你瞎伺候什么呀？四爷，不是娘说你，你真有点不像话了啊。 去警卫连吗？在那边。我说过，你最好哪儿都别去。知道我是为你好了吧？走吧，跟我去城外转一圈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跟踪你。 林大哥，想什么呢？你为啥要帮我？我都说了，你要是凶手，我就是帮凶。我不是凶手，我是你爹的副官。我知道你是我爹的副官，林副官。林大哥。 你知道我最佩服谁吗？我最佩服易朵梅。她从一个挺使唤的丫头，成为了姨太太，又成了土匪头子易朵梅。我都不敢相信，她就是春桃。她能拿着枪到桃府杀我爹，这就是好样的。她比我强多了。 我只不过是笼子里的一只小鸟，飞了出去就会折断翅膀。可它是一只凤凰，水里淌过，
我还会展翅，活里死了也会涅槃。当我知道他骑着马掉下悬崖的时候，我都哭了。别说了，林大哥，你难过了，是吗？ 林大哥，你相信有鬼魂吗？不信。我信。春桃的鬼魂附在了小桃红身上。咋这样想？你没有听见小桃红唱的，她的那些戏文，都……我好怕，我真的好怕。 春桃的悲剧，在小桃红身上重演。外面风大，回去吧。林伯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跟我们来的？大姐，不是我跟你们来，耿连长让我叫林副官。 叫啥？山上胡子墙里大嘴叫。哎，到！你们耿连长真笨，人胡子来了，你跟他干嘛？干嘛非得叫林副官？ 一早就回福远了。正远，顾阳那件事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俗话说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这件事啊，你就当不知道。抽空我去一趟顾阳。那太好了，梁司令。吴清祥和刘家庚这一次把脸面可丢尽了，你也趁此机会给他们来个下马威。 把有生力量调到复原，加强复原的防守。嘿，另外啊，我想把刘家庚撤了，此人太圆滑，以防后患。梁司令，您真是韬光晦略呀！要不说这也是件好事嘛。是是，梁司令，您为我着想，我铭记在心。 您放心，同盟军这个大旗我会扛下去，以后还请廖司令多多指教。这叫啥话呀？有些事我还得请你陶司令帮忙呢。廖司令，只要是您的事儿，只管吩咐，我义不容辞。痛快！廖司令对我这么关照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。行了，有什么事到包头告我一声，我一定支持你。谢谢，那。 我告辞了。老爷，咱这就回福远吗？不，明天再回去。我还要去见一个人。日本人？这年头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。廖司令要知道怎么办？他怎么会知道？
除非你去告诉他，这事儿也别让林副官知道。 干娘，你胳膊咋了？没事儿，重要的情报已经到手了，这是我偷下来的。你连夜赶到根据地，把他交给燕政委。行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去。你还不撤？我想把小桃红也救出来。那个太危险了。没事，陶铮远正好不在，这正好是一个好机会。那我向燕政委汇报一下。你看看大虎到根据地没有？我把小桃红救出来，也送他去那儿。 二虎哥，我想参军，想去根据地。那你的联络站咋办？大龙哥可以替我，我跟他说了，他愿意。这事儿你得跟燕政委商量商量，他要是同意了的话，咱俩一起走。算了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你赶紧走吧。行。 一定要保管好。放心吧，万无一失。不能马虎，一旦有闪失，你我都会掉脑袋的。可这张图很难看懂的。有人能看得懂。共产党破解密码的本事，那可是大大的。一旦落到他们手里，大日本皇军的行动计划就暴露无遗，后果是大大的严重。 这个我知道。行动开始之前，我会将密码告诉你，你只要对照图上一看，就全部的明白。行动路线、过河地点、指挥方略，全部都在图上。小田先生，能不能告诉我确切的行动时间？只有时间是个变数，初步定在。 正月十五，大龙，我想来想去，这事儿你不能干。为啥？这是要命的事儿。二虎要命了吗？赶牛要命了吗？我是怕你。 你别怕，我命大。哎呀，人家赶牛，也就是那么一说，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你看你左右都拦着。姐，二虎和赶牛能干的事儿，我敬大龙咋就不能干啊？我是为啥？我还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娃。姐，别老拿肚里的娃来压我。
我靖大龙是个男人，不能光顾着自己。你是个男人，也不能去送死吧？你要死，也得问我肚里的娃愿不愿意啊！娃儿咋了？娃儿是我靖大龙的娃，他身上流着我们靖家的血脉。我报不了的仇，娃儿长大了，我还得让他接着去报。 大哥，哎，欣啊，林大哥，你咋不练武呢？嗯，没事吧？还疼吗？没事。你在我眼中是一个大英雄。瞎说啥？我离英雄还远着呢。大英雄，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？欣啊，你爹不在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不能总陪你出去啊。哪有那么多公务呀？ 林长，林副官，大小姐，林副官，我过来看看你伤怎么样了。放心吧，没事儿。你都是为了救我才伤的，谢谢你。看你说的，在那种情况下，谁都会这么做的。那好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有啥事儿，打个招呼就成。啊，慢走啊，葛连长。 他来干啥？来看看我呀！我不愿意见到他。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哎，林大哥，不如我们做点刺激的事儿吧。啥事儿啊？比如说，放了小刀红。怎么了？ 把你吓着了，思妍，你开玩笑呢吧？你爹要是知道了，会收拾你的。我才不怕我爹呢！哎，林大哥，我刚才没有跟你开玩笑。你想啊，小桃红一直待在我们院子里，整天那么唱的，我听着心都要碎了。我真的想帮他逃出去。 思妍，你真这么想？对呀，要是能帮小桃红的话，我也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。不怕你爹怪罪下来？不怕，就说不知道好了。可你爹都已经怀疑我好几回了。他要是怀疑到你身上，我就会挺身而出。思妍，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弄不好会。林大哥，你也怕了？ 可你爹他……林大哥，我都说了，有什么事儿我担着，不会牵连你的。要是这样，咱等天一黑就行动。你负责把小桃红送出来，我负责把他接应走。真的？不过千万要小心，耿连长的人院里到处都是，一定要等到天黑。你等我把卫兵全部引出后院之后，再后面等着你。好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小桃红带出来的。哎，思妍，要不？ 这次我们出来，对林副官的考验应该有个结果了。他要是假的，有两件事情他一定会做：一，是拿我抽屉里的东西；二，是放走小桃红。老爷，那要是这两件事他都没干呢？那我就让他当我的女婿。
你必须得告诉我。 行吧，我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林大哥，我都快等不及了，太刺激了。这可不是告状而已。